影车手一招八千转两米车，造就了香港特技车手英雄事迹。有份设计动作场面的吴海棠就凭这套片获得了第49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。这尊金马奖来得不易，海棠经历过很多辛酸，用条命搏回来的。譬如有一套戏叫做《全城戒备》，咁当时我就系要反一架戒款车嘅。咁其实反一架戒款车咧，听落去好似唔系好难，因为好多人都做过。但系导演嘅要求咧，要飞得高，飞得远。咁所以我设计咗个飞台咧，就好长、好大、好高嘅。最高个位咧系八尺咁高。吓，咁即系话一嚿庞然大物要飞到上超过八尺高再搭翻落嚟。其实对，因为嗰时候我揸嘅，对我自己的心理咧都要克服呢一个恐惧嘅。我准备啦，将自己的肾上腺谷到最强嘅时候，突然间咁样嗌嚟，好，等一阵，因为咧唔够烟，导演想放啲烟，有啲 moody。哦 ，OK， 好，跟住我助手开门，谂住叫俾我唞唞，诶、开，点解开极都开唔到嗰只门？咁啊心谂死火啦，得对门啫，我飞到过去有咩事？我走唔到噶咯，咁点咧？又佢哋又叫又剩都开唔到，咁我点啊？去到嗰边，咁我倒挂咗喺度，或者晕咗，咁边个救我咧？唯有唔搞啦，搏一搏啦，咁样好啦，跟住去啦，好准备，一二三去，啊踩尽，哇冇力，谷到自己肾上腺爆晒啲，一冲 ，bang bang， 咚，好，跟住清醒过嚟，跟住咧。非常之靓嘅动作，我已经听到有掌声啦！啊，唔知点解咁巧咧，前面成个大幕就砰咁样瞓咗落地，成块玻璃已经瞓咗落地。我一解完安全带之后，咁样打直行翻出去噶，最后嗰日，即系呢一件事就系一个人生交叉点咯。你究竟去定唔去啊？系个天叫你，喂，我而家锁对门，你唔好去，出事你走唔到，定系叫你唔好谂咧？呢、這个就系我哋做特技。除了要得個勇字之外，個路要好清晰，去定唔去？